我很喜欢运动的，一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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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臂运动也，一二一二一二，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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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哈哈，到了捡艾丽的时间了，好。凯莉，快乐一家，艾莉呀，艾莉呀，啊，你来了，你出汗太多了吧？你在家里运动了吗？哈哈哈，是的，是的，我很喜欢运动嘛，所以一直在家里也运动了。果然你很喜欢运动的，不过呢，今天呢天气真好吧，哇，鸟声也是很好听啊，对吧？啊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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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猪佩奇啊，你怎么了？别来别来别过来，我不喜欢，蚊子们都在你身边啊！啊，对了对了，我听说蚊子们很喜欢那个出汗味的，应该你不洗澡，所以蚊子们也喜欢你啊啊！啊，不可能吧？那么艾莉亚，我回家要洗澡啊！啊，我要洗澡，我不喜欢蚊子的。我喜欢凯莉泡泡啊，呀，哦，好香啊！噜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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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噜，艾莉，我来了。啊，你洗澡后来的？香蕉味真好啊。然后呢？哦，这个衣服是你新买的吗？挺漂亮的呀，啊。是吧？好的，谢谢啊。那么我们在公园里干嘛呢？吃小吃？还是打乒乓球？啊，玩什么好啊？少吃也好，打乒乓球也好。蚊子为什么又在我身边呢？对啊，蚊子们都在你身边啊！我知道了，我听说蚊子们喜欢黑色的衣服啊，应该是那个原因吧？啊，不可能吧？这个是妈妈给我买的衣服，这么漂亮的衣服也我穿不了吗？对啊，好可惜哦。不过怎么办哦？那你又要回家吗？那我要回家。小猪佩奇啊，等我一下，我有一个好方法，那就是，爸爸，有这个就不怕蚊子了。用这个凯莉的防蚊湿巾的话就不怕蚊子的，你试试看一下哦。我也要擦一下，看，等等等，对吧？蚊子们都不在你身边呢，哇，蚊子们，拜拜！好神奇啊，蚊子们，拜拜！